哎呀，找货啦，老吴！粉丝要一台这样的手镯，在专柜上看到要10万块钱，看你能帮他省多少钱。十万呢，不用那么贵，哪里要那么贵？天空蓝这种料子冰胶共存，货是很高很稀缺的货，但是不用十万。他要省多少钱呢？要多少钱买啊？我先不告诉你。你有毛病啊？你不告诉我，我怎么找啊？怎么找好品质一点的？你跟我说一说，不然找不了啊。哎呀，粉丝他偷偷告诉我了，但是说先不能跟你讲，反正你往低的砍，但是品质呢一定不能下降。又来，你又像上次一样，我跟你说，你到文你搞不了的，你得告诉我，告诉我预算，不然我找不了。我哪知道要找3万2万还是多少钱的啊？还是几千啊？还是干嘛？你不。不要几千啊，你就先找嘛，但是品质一定要好的，你先往低的砍，先3000，然后4000再慢慢加。你要看货来砍，不是说什么都能3000慢慢加，待会人家用棺材把盖起来了。找不了不怕，这种货真不怕。预算多少？快点说。你就先找找嘛，品质一定要好，合适了我再跟你砸砸脸。你看你们欠我，警告你，你最好不要像上次一样没有中。你看着我吧，我砸砸脸就 OK 了，就 OK 了。说一下预算，直接找到他搞定了。你先去找嘛，找到了我再告诉你。这是秘密，他这是秘密。你最好不要像上次一样。走啊，这条漂亮，你看一下，整条像果冻一样，天空蓝。哇，立马高级天空的颜色。这卖多少钱啊？才5万，还没谈就已经省了多少钱？省了5万。我跟你说，你过来，这个谈下来大概可能2万块钱，我可能能谈下来，你看行不行？你先谈嘛。什么先谈？你得告诉我预算，你要先谈，谈完到时候你不要的，你谈多少？不是你谈下来再说。你预算多少？我谈下来就一定得买的。先不告诉你，你不告诉我怎么谈呢、啊？谈了再说嘛。谈了给人家就一定得买，我气死我了，拿手都打死了。你先谈嘛，谈完看看能最低多少嘛。我气死了啊！给一边吃，谢谢。这个卖多少钱啊？刚刚不是5万吗？就4万了，你再低一点，3000嘛。5000。那咱说实话，咱不要磨太久。我真的卖高一点，我要卖多少？来，不上去，你这边卖多少？8000吧，我估计粉丝是8000热。你再降下来，我刚跟他说2万行不行呢？不行，你能不能2万内？2万内怎么买这种货嘛？15000，放下吧，走吧。还有一条证券，刚那条跟这条差距不大了，这条就比刚那条总水低一点点，我不知道谈不谈得下来，我不知道谈多少钱，主要是卖多少钱呢？2万5啊，不贵哇、哦，3000能卖吗？3000啊？哎呦，3000可以。叫燕子，燕子那条他不卖给我。叫我，我把他赶去你那里了。叫燕子。干嘛？咱不开玩笑，你最低要卖多少嘛？15000看得到的，能不能？还差点。8000好不好？8000。你再看一下货呢，还是水水润润的，很漂亮的。背过关的看一下，背过关蓝色会淡一点点，还是有天空蓝的，总水还行。9000，再加一口啦，关内看能不能呢，弄一弄啦。哎，9500你有的挣的啦，挣几百块算了。9500没得挣了。10000整数了，不加了，你考虑一下，我给你赚一点。10000的嘛，你不能也没办法。可以吧？这个大漏啊。好，我转你啊。你要往低的谈。起货去啊，你看一下起货长什么样。你预算到底多少？10000可以吧？你问完？可以啊。到底多少？他预算15000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待会真的揍死你！你这样粉丝还爱死你啊！帮他们省钱。你是把这条帮我弄一下呗。